哦，喉咙很痛。我刚刚跟爸爸说，目前哦，肠病毒的东西他还没有跑出来，可是这个是一定要串的哈。先换鼻子。嗯，一下下，轻轻的，大哥哥哈。为什么没上学？因为我生病。早上起来怎么了？喉咙痛。啊？喉咙痛哦。嗯。那我爸爸要帮你量体温，你有发烧哎。Oh no！ 那我们给医生去看一下啦。但是我不要打针就好。我们先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我们要出发，继续往前。今天天气不好。要去给医生看一下哦。睡觉。嗯？早上说有一点点。有一点点，啊有没有流鼻涕咳嗽？有流鼻涕。流鼻涕。有咳嗽吗？明显，对不对？哈，来一点啊！家人，其他人有没有人感冒不舒服啊？都没有哎。来看哈。先听背部，那我们手肘放下来，好，好，冰冰，爸，医生呼吸，很棒，再来，很好，很好，呼吸很干净，背部要听一下，背部要听一下，很好，很好，最后一下，很干净，来耳朵看看哦，看哪里？这边，来我们喉咙看，还要喷一个甜甜哦，甜甜的。爸，医生啊，哦，喉咙很痛。我刚刚跟爸爸说，目前哦，肠病毒的东西他还没有跑出来，可是这个是一定要串的哈。先看鼻子，一下下，轻轻的，大哥哥哈，不动啊，一看没有鼻涕就拿出来，很好啊哈，我只摸一下。淋巴结，手手看一次，看一下哦。好，那我跟爸爸报告一下，好，整只整区都很红，反而是肠病毒上面会红的软腭不太红。那我们肠病毒会开始表现一些溃疡，就是最典型的头部溃疡，会在这个位置，大约在发烧的2到3天才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看起来没有病灶，不能够松懈哈。我们大概2到3天都是观察重点。爸爸刷牙，他抱怨喉咙痛，看到后面。有任何的红点、白点，在这个位置一定要回诊，我们要再确认。好，我们看完了，哦，是要再观察。嗯。啊，如果有状况就要回诊哦。嗯。现在感觉不出来，看不到有点点。嗯。感觉上好像有点像扁桃腺发炎。嗯。哦，那我们就看后续咯。嗯。哎、欸。